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，以及服务跟保护2300万台澎金马的同胞生命财产。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报查高雄选前选后的债各多少？我们2020的大选对台湾的未来是一个很具关键性的一个选举。做这样的一个及时性的事实查核是真的是非常困难的。对，像今天我们做了一整天，然后也非常感谢日本像 NHK 他们的纪录片，就是真的采访我们一整天这样。那我们刚刚其实同步呢，及时的听他们，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事先预测他们会讲什么。对，所以我们是必须要在当场的时候听到他们说什么时候，我们就立刻觉得这里可能是有问题，我们就立刻去相关的追查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我们这里是我们卧槽的查核小组团队，你看得出来，我们这边刚刚结束，非常的紧张。有人 super chat， 然后有给了我们，那总共一位有150块，一位有750块，我们很需要大家继续支持。你们越多的给我们的赞助，我们就会做越多场的 fact check。